在伊索拉咖啡馆的老板心目中，这咖啡啊，不仅仅是一门学问，而是一门艺术。为了能够让客人体会到咖啡的纯粹，店里头没有太多复杂的摆设，只有这墙上几幅代表着后现代艺术的画作和几张白色的桌椅。这样简单利落的设计，飘着淡淡咖啡香的空间，宁静舒心的气氛，光是走进店里头就有一种完全放松的感觉。好不容易呢离开繁忙工作岗位的你，怎么能够错过这个陶冶性情的地方？